这个故事要从一只鸡腿讲起。这是我的战绩，我拿了一只鸡腿，我爸想要跟他要全鸡，可是拿全鸡跑5K，我觉得不够。太累了，太累了。那我一定要讲，最后2K真的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地方，就是他其实已经过20.5，已经有过一个经验点了，结果你还是要跑。吃还是不吃？停还是不停？真的，经验很贪哦。对。好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眼睛的吗？今天我们又是来到一年一度的盛会，去年我骑了一日双塔，然后今年就降级了。不是我没有练啊，我真的也没有练啊，因为其实这本来就不是在我预期内的。我今天主要就只是陪着我爸骑而已，我隔天还要去跑田中马，所以今天让你能不能骑完，说实在我也不知道。希望不要太操劳。好啦，就是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。那我们就出发。I got a feeling that this could be a little more than feelings. If I'm being honest, 刚问了几个人要不要帮我拍，然后我都被拒绝了。Picking up every call, falling off. My money's on you. I never knew I needed love, needed love, needed love. 在哪里？口湖。口湖，这边叫啥？小花猫，我跟你讲。小花猫嘞。啊，你头顶个开花呢？哦，啊个啥呢？哦，个开花呢？哦。好浪费。我觉得这比百 K 还要惨。因为这雨哈是要下不下，就是它不是很大，然后就一点点，然后就一直吃土啊。你大概是不想吃土，所以出来没有发现可以吃自己的土哦。欢迎点餐。点餐。请问小姐中午要吃什么？中午要吃。中午想吃肉。想吃肉。来吃个炸鸡。吃炸鸡排。谁中午卖炸鸡排啦？为什么要吃肉？麻烦你想办法帮我把肉生。好，想办法生肉好。哎呦，鸡腿哦！我们刚刚上一个是修什么？口湖啊、哦？口湖对。我整个就开列车哎。是啊，我一直看你看火车头啊，我就想说，奇怪，他两个那么大只躲在你后面，我就把它录下来，这个画面真的很好笑。我说一个实在的，我觉得这台车的。就是减少空气阻力这件事情真的很有效。等一下，这头一低就没有感觉，对，就可以很均速的踩在山上。我有看到你后面两只大狮很痛苦的表情，非常狰狞。然后结果我就想躲风又躲不到风，结果一回头是因为我爸的，这根本就是救命仙丹哎，豆花哎，超赞的，而且红豆薏仁，懂我。你嘛食较细嘴的啊，老实讲，好人探听啦哈，查某囡仔。你可以不要点进去。吃饱啦，所以准备啦，出发啦。没有啊，下课了。啊？你要下课了？反正我只是陪骑而已，我干嘛那么认真呢、啊？现在是刚好骑12个小时，然后278公里，剩将近80。对，我把我爸护送到这里不错。好了，接下来就我在车上护送。你就过风手过了270公里，80公里，然后剩下80公里就要冲线就对了。会不会太早冲了一点？这是脏吧？这不是赛吧？台语叫啥？叫做 overse， 不是 over 掉底，是 overse， 对吧？哎，一轮。今天运动了吗？运动了。经过那个要吗？原味的是不是？对，我不要洗。想要的可以在底下留言哦。
the closet way back. I won't be needing that. I won't be needing that. 本集拍摄重点：主题赛，快打打看看。辛苦的配速员。没有，辛苦带东西啊！还要吃哦，牛排会水吧？后面有牛排、啊，我有听说有牛排，然后加油！对啊，人家昨天就有讲啊，上面有几个坡度啊。啊，真的吗？对啊，15K到16K。谢谢，终于追到你了，加油！终于从后面追到你了。改一个鸡腿妹了，我会不会变做一个丑话？待会你就变牛排妹。可以啦，你看那么小的粉丝，赵柯林，是妈妈是你的粉丝才拉着儿子一起看吧？你干嘛找他看我爷爷？哦，好啦，你要叫他姐姐还是叫阿姨？现在我们已经在田中马的终点现场，我觉得这两天真的过得非常的漫长，而且腿真的是硬到不行，超充实的两天，对，非常的充实。骑完280，再跑了21，哦没有21啊，22.6。结果说要吃东西，我有啦，我拎着，拎着跑，我那大鸡腿要拎着，大家很羡慕。哎、欸，他东西真的很多呢。来这边。不过我说实在话，鱼米之乡的也很多。所有进入到真的哦。而且那是我们金屋桃园在地。听说伴手礼拿不完。真的也是一大堆。可我觉得跑不错，是他最后的赛道是在市区，镇上的人都跑出来了，对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其实还蛮不错。哎、欸，不晓得我有在娘妈咒，你知不知道？娘妈咒就是妈祖绕境啊。啊、哦，有像对不对？对啊。可是那种氛围就感觉不太一样，嗯、对，而且大家就是每个社区有每个社区的组织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很棒，很棒，对，那种感觉真的超棒，大家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。但是重点最困难的就是要抽签，抽签超难啊，对，要抽签，所以不是这么容易啊。对，不过有机会可以来体验看看，嗯，好，然后不要体验骑完脚踏车再来跑步，这样有点辛苦。我也要推这个。等一下，那个观众直接转台，很像你的风格啊。然后取消订阅，这人可怕。会惊死！哎呀，不要这样子，就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玩的方式，那其实也就是一种自我的挑战。好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可以改领旗。哎、欸，要不然我号码不给你好了。哎呦，水果。不会被美食诱惑的。
千。哇，我卡，他根本就没有发现我。到我们舞台旁边做检录，我们即将举行颁奖典礼。这是礼貌，没有人超过女生来看一下她长得好不好看吗？第三名林志宏，第四名陈浩伟，第六名蓝廷浩。还有西瓜啊，还有什么？你看西瓜，拿西瓜，拿西瓜，对，他们还在玩呢，他们很用心。你是扛着跑回来的？对，但我们可以一人一台。可以看一下，还有花花。